来，兄弟们，我们到了啊！万哥，应该是在家的，钥匙都插着的啊。万哥，在呢，在呢，在呢，在那个。哎，那个。哎呀，啊、万哥。来来来来，小子。哎，不见长了吗？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喂，我天，多年了。哎，你这个地方还是舒服。老板，发财哈。哎呀，一直在呢，在这里呢。我不干回失恋的农场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好好好。哇塞，这个还挺有特色的。这种东西就是说，种水啊，底子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它利用巧雕，是吧？整一个出来还是挺震撼的，是吧？包括人家万哥切的很多很多料子。哦、这色好艳，好辣。生意怎么样，万哥？乱做做，哎，难做嘞。难做嘞，个、嗯，是吧？是呢，是呢。对吧？就是情况呢是这么个情况啊，就是万哥呢，哎，好。万哥呢也是我们德宏本地人哦，他老家是腾冲的，但他来瑞丽来得早，几岁来呢？万哥，十三岁就来的瑞丽 啊，然后去过南坎当兵啊、然后去过帕敢啊、然后接触翡翠，做翡翠生意啊，然后后面呢就是万哥跟我说的，就是说他在矿上收了很多料子啊，就发到瑞丽啊、交给一些相当于是给一些朋友啊，让他们卖啊，就早期呢可能卖了几个。是吧？钱呢也安全的收到万哥手里了啊，但是后面真正的搞一些高货放给他们的时候，就是钱没收到过，啊，钱没收到过，就是早年间啊，就是德宏这边是确实是比较的乱啊，兄弟们，就是其实我上学的时候，那我身边的，是吧？多啊，那多的经验啊，就太多了。知道吧？那万哥他是放个料子的这几个人呢，有些是直接就，有些是进去了，是吧？就是找到家人，找到他老婆儿子呢，人家其实说白了不认，啊，太多了这种，我就吃亏这些了，对啊，嗯，我们的这种料子还安着呢，好料子，看见啊，其实还没有进过市场，没进过市场，啊，从缅甸发来的，还没有进过市场，其实。万哥啊，真的，你看一看就属于那种老大哥级别啊，大哥级别那种。也不是啊，但是其实人的话是非常非常的，就是我们讲的好相处这种的，是吧？就是我们讲的德宏脾气啊。我们少数民族的本分。啊，是呢，是呢，是呢。这个是一般人我都不够看呢。可是啊。哎呀，万哥。我来半年了，是你们第一回来是啊。哟。平常呢是我拿出来的。哦哟。这种水兄弟们完全的化冰化底啊，啊，天空蓝底这个感觉，因为它隔着皮壳。稍等啊，我看一下啊，万哥。慢慢的看。哎妹，这种料子我们之前开过啊，蓝旗，这种料子擦开一定蓝的，一定蓝，是吧？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擦了一个料子，来给大家看一眼。稍等，给你我们今天擦了一个蓝旗料子吧，擦开整个肉质发黑，焦冰焦蓝，看到没有？就这种质感的。这边那种脱沙的这些露肉的感觉啊，就完全是就看得到蓝味的料子的话，哇，整一个通透。这边是个断口的啊，万哥。这个断口是因为这种就是说我在厂上挖机挖哦，对对对对，是呢是呢。实际上是先人家叫先人断掌啊。先人断掌，有说法了啊。先人断掌实际上以前爆发时候就断了。不是挖机挖到了，那么等一下嘛，都已经就是钻的比较早了嘛，是不是？那又长出蜡皮了。啊，在泥巴里面就断了，爆发时候。哦啊，因为咱们讲了挖机挖到，我挖机挖到不咋会有什么心。啊，是呢是呢是呢。都不会起成蜡。对，断口的话，就是我们讲老断口那种，就是先能断账，我们厂长讲了。就万哥说的，在地底下这个地壳运动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断了。啊，那还对，还有石头。啊，对对对，还有一类呢，就是开采的时候，是吧？人家挖机挖断的、敲断的，这个炸药炸断的，啊，哇，兄弟们，这个种水，这个蓝味，看到没有？仙人断掌，仙人断掌，是的，我们厂上叫仙人断掌，有说法，有说法，是，哎呦，你看这个种水，哇，这边擦开，肉质是相当相当之润的，兄弟们，已经看到甜味，是吧？我看背面啊，这料子，这种料子一般来说不变种的。看，我看到一个地方是哪里？因为这个仓口这里兄弟们，
哇，那看到没？不变的，这种料子就不变种。哎，还有点色花哎，有没有？这都有花，这个长。有花那个？真的有点色花呢，这个料子。那虽然说这一边它整个就是完全没怎么刷洗过的啊，全部都是这种，是吧？矿蜡皮的一个这种沙感啊，但是就是说我们鸭灯，你看这每一颗沙粒它都是炸的这种荧光感的，是吧？空度是出得来的啊。你看兄弟们，我们从这里，是吧？刚刚我们说的这里就是说它的一个干净的一个纯净度啊，特别高，是吧？然后往这边过来也不差呀，我的天！你看整个这一边，虽然说还有点点小毛裂啊，那种嵌裂不怕，兄弟们。就大面上就是里面内部大致是完整的，是吧？你说天然的东西裂呢，肯定也是有一点，但是整体来说还是算完整的，是吧？万哥，哎，每次过来找你玩都没有跟你实质性的有成交料子，今天看看能不能成交一个。这个料子想卖多少钱呢？不喜欢，东西没喜欢了，好东西哪不喜欢？大老远那来看我们，那个又看上这个。可以的，这点货嘛，那就做15嘛，做15万，嗯，还给你，啊，兄弟们，我是咋都不知道，这是真正的铁哥们呢，啊，不是吧，哥？是呢，只要跟我两个关系，啊，这么铁的兄弟们就弄好15货给你，没问题，啊，好，兄弟们，哎呀，今天是吧，总算有收获了，来，我们可以再看一下，兄弟们，我们给点自然光啊。我们不压灯自然光来看这个露肉的部分，大家能看到它发黑发蓝的一个质感吗？啊，已经看到，看到没有？这些地方是吧？整一个面上，那压灯哇，整一个它的这种质感真的直接就炸了。关键是这个料子量大呀，兄弟们，真的量大，应该有14.35公斤啊，没错啊，万哥，是那个，14.35公斤，就是意味着有28斤啊。28斤这种总水啊，兄弟们，真的，感谢王哥，美美好大哥，现在基本不含箱出壳了，王哥。不含出壳了，嗯，你别只在外面看看石头，玩玩石头，刷刷洗洗，从厂厂带来新货啊。对，我看卫生间王哥在刷很多料子，在洗很多料子，就厂商发过来的是吧？哎，所以说真的。就是你这个境界啊，真的一般人真的做不到啊，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讲的，你说像比小智年长的这些啊，就我也经常讲，就大家的经历阅历是要比小智足的，就大家遇到的事情肯定是比小智要多，就是像现在的当代的这个年轻人的话，就是比较的会浮躁一点啊，所以说你看我经常跟这些老前辈去交流，是吧？去就是我很喜欢去听他们故事，是吧？就是我从中可能能够吸取到一些东西，这个应该也算是对我有一点点的帮助的吧，哥。现在科技发达，你们年轻呢，怎么说呢？玩的都是新时活了啊，我们老了赶不上了。没有，其实确实你说做自媒体啊，然后网络这一块，可能确实老一辈的啊。他们确实是不在行了，不动，对，喜欢不动，就没有跟年轻人带的话，是吧？就我跟很多大哥交流呢，是吧？因为，哎，我看中的是大哥你们的经历阅历，你们的沉稳，是吧？那大哥也看中我们年轻人的激情与活力，是吧？还有这个想法，是吧？就大家能够相互在一起，能够碰撞出一些东西呢，还是？不过万哥你这种，是吧？你看，这个哎，深山小林里也挺舒服的，说实话。图个清净啊，所以我说了这个境界一般人达不到啊，你们俩能做得到吗？做不到，我没有离开电脑说句话，来一两天可以，天天在这里可以，天天就每天洗洗石头，看看石头，开开料子，可能来朋友啦，客户啊，来聊一聊，坐一坐。那万哥应该也经常有一些朋友啊客户过来找你坐一坐，看看料子啊，也有呢，但不多不多啊。有些来了我不喊贵，不喜欢接待，有啊，怎么说呢？始终以前啊，吃亏上当过，是胆子有点不喊不喜欢接触。就相当于也看透了很多人，是吧？啊，就是说真心的朋友是吧？你住的再远，
啊，他都会来。哎，想因为今天来啊，哎，真心的啊，接待对待，啊，探亲的话，啊，好吧，兄弟们，那咱们今天视频啊，就先记录到这里。好不容易来万哥这里一趟啊，我们好好的跟万哥喝喝茶、聊聊天，好吧？别拍了，坐吧，啊，好吧，我们下期再见了啊，拜拜。